各位，我跟你们讲，不要被宙戏给糊弄，就是你们不要被他带风向哦。就是他这边应该要先解，要先解什么？这个，你其实是要先这个哦，我才不会像我卡的那么惨啊，因为我一直以为说要直接从这边升，可是后来发现我错了，我们应该要从主堡这边升。所以我这个观念要改啊，所以我错失了很多时间，我那些时间都拿去扩充一些资源的东西。你看现在资源都有什么用？因为我的这个还是没有出来啊，哎，所以我还蛮 QQ 的，就是了。咱们啊，今天这集呢要来干什么？欸，现在剩石头，石头很缺哦。真的假的，要六级的，五级的有吧？给你升，给你打。同款是无？安尼四级的，爽。哇，这游戏真正不是盖的呢哦，可爽啊！诶，重点是广告队啊！啊，对，那个研究还没讲完啊，不对，我们在讲 skin 是不是？我在那边，谁打我？哦，下雨了。skin 讲到哪？日落过去，对，嗯，空中巴比伦。这是传说哟。哦，之前的众香活动是不是？嗯。你要分享个坐标在哪里啊？天哪，他为什么要分享他的地点？你是怎样？